手举的，还有可以贴在后面哈，贴在你的背后的。我们主张先修法再公投哈，先修法再公投，然后我们解哈。展现他的意志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
民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人，我们怎么样？对，过去十几年，刚刚我在台上跟大家讲，核四持续的运作，但是持续的在施工，但是它的问题连连，对不对？但是执政党也好，在野党也好，过去也好，现在也好，不断的跟我们讲说，核四如果不转，没有核电的话，台湾的电会不够，台湾的电价会涨，台湾的经济会无法进步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但实际上，我们要的生活是一个安全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的未来是一个幸福的未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四人，我们反对在这边，我们号召的是一个对未来的想象，未来更好未来的想象。这样大家一起来口号哈，来，东东北东，马奇马奇。而已哦，那刚开始我们待会要绕行整个什么特区？国外特区，对不对？国外特区是谁给谁进去的啊？我们给他进去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，那些高官们不见得顾虑到台湾人或者我们一般人民的未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国外特区？来干嘛？封锁国外特区哦，答案是封锁，在这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国外特区？大会主持时间，机动组，你在哪里？麻烦你带老师过来，拜托。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没错，看你们刚才，包括我们那时候论坛，在真心论坛的时候，这次李慧仁的我也有去拍。李慧仁，李慧仁导演。啊，不能说的秘密，新闻后的秘密。